大家冇什么意见无吼？如果有吼，我等两个就好，两个就好吼，因为咱时间的问题吼，两个就好。我真荣幸哦，拢是我这足尊敬的前辈啊。当时咧参加这社会活动，这个阶段哦，对台湾真有贡献。我有一篇小文章啦，伫台湾时报，讲台湾的微博的空间啊，我有三个的。第一就是美食岛啦，第二就是野百合啦，野百合。第三就是这诶，像我一百条修行的这行动联名啦。这个实在是对台湾真大的影响的一个电影啦。微博的空间，拄则这个陈教授咧讲吼，讲当时啊，拢是牺牲奉献。这个家己本身有一个理想啊，在坚持。不过社会活动吼，当然爱讲究啦。爱讲究讲，应该是安怎落进行才有法当得到上大的效果。咱爱用上少的牺牲，得到上大的效果。伊咧讲民进党即摆吼，当然可能也是执政或者是控制体制内底，较无法当讲发挥这个效果。我是只能讲现阶段啦，卖讲伫这个体制内底，咱就只好伫体制外的这影响啊，咱也是真重要。我上少年的就是迄动画时代迄段时间哦，互我开始真大，唔是讲得到执政权啊，伫这个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啊就好。咱是要推翻这个中华民国体制，唔是要伫这个体制内底享受权力。那是讲这个权力享受落去哦，拄只这个李文委员也咧讲，迄个背景就无同款。确实是有影，讲咱爱国继续落。即、这个拍拼讲，应该在体制外口啊，大家发挥讲咱的一个力量啊，我当团结一个人民的力量，即我当促进咱即个台湾要建国，即有即个希望。唔是讲咱即摆安尼伫即个体制内底要办嘉年华会迄款的性质，安尼就好啊。我是深深感慨，我嘛是深深感慨。啊，下当讲伫这前辈内底啊，今日啊，大家安尼现身说法。这是好，大家真好的开始啦！以上报告，谢谢。各位民主的前辈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人民永驻府啊。我认为台湾这个宪法一百条的修正已经20年啊。问题来讲，无把这个外来政权伊的宪政的正当性吼，做一个结构性的摧毁，可以说，今麦马政权利用宪政的模糊化吼，控制规个台湾的国会。甚至要牺牲咱台湾人的健康，啊，甲这个油电双涨，甚至伊对迄个总统的位置的严肃性吼，伫宪政伊根本不爱使用这个特赦权，这是对台湾规个民主的宪政的一个侮辱。所以咱才伫只提出这个呼吁吼，伊这个侮辱比这个刑法一百条的修正吼，佫较严重。伫国际上等于是咧摧毁。台湾民主化的宪政，所以台湾人爱来推动这个推动哦，消灭伊这虚构性的宪政的运作，这个合理性，对世界来出声，和各行各业的人，就是讲，伫这个时代的进化，咱来尊重宪政的正当性的持平，安尼台湾的进步就会当慢慢搁开始。所以第一要找出历史的真相，发展未来这个时代的前瞻思潮，安尼台湾人民伫这个民主宪政运作之下，才有一个未来的建国光明的道路。感谢大家。为了台湾建国，安怎行？安怎达成？这是代志发生了，台湾想这个问题啊。想这个问题，经过60几年到今嘛。台湾还袂当完全吼，变成一个独立国家，可能足侪人会感觉讲足怨叹吼，啊感觉唔啥东西会当达成的，啊这个事实啊，有影大家足怨叹的，但是做一个独立完全的国家，无很简单呐，无讲经过足长的时间来打拼时，敢有可能？啊，尤其台湾。受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以后，我想做些价值观，拢受国民党影响，
啊，所以咧拍倒这政权的时，唔是很简单讲用一个选举，用一个政治的改变就当改变，通过长期的拍拼。啊，所以今仔日这二十周年的时，咱来办这个座谈会，啊，邀请迄当时因为刑法100条修改了有十个人，啊，才会当办出来。啊，当然今仔日都过袂用去美国，袂当来参加的。啊，其他人拢来参加，应该感谢的。啊，今仔办这個，我来邀请迄当时发动这行动100条的人来。陈思邦教授、廖云教授、啊林三田夫人，因为刑法100条修改，它让台湾真正变成一个自由的国家。1987年改度改严，啊，实际上啊照常掠人啊，所以郑南榕太自愤，堕胎会事件会发生的。所以1987年改革代言台湾阿北当中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，都开始起步了。但是应该是1992年刑法100条修改，刑法100条修改了，那当中台湾的白色恐怖它完全来无影，因为白色恐怖所产生的有两项，一项就是台湾国内和国民党掠伊判刑。怕死的，不会解毒。另外一项就是海外参加台湾独立运动的人，变黑名单，袂当登台湾。所以这两项，下当中是长期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台湾，的国内和国外状况。所以国外和国内状况，一定要拄到刑法100条修改了，才能拍破。在国内内底，言论自由。以后主张台湾独立无罪啦，你要行动威胁别人，按时开当来抓的。在海外相共，只黑名单当然当台湾，当然黑名单当台湾，经过足侪人的拍拼，像陈万清也好，李应元也好，无用王崇禄啊，张灿宏先生也好，啊，这些人来突破黑名单的限制，和国民党感觉讲。无解都袂使，国民党过去政策是讲，你反对伊，上好卖蛋。你对外口无群众啊，无群众的时，你就反对国民党，啊，恁互恁有100个好无，200个好，1000个好，安尼袂倒啦。所以国民党用这個方式，当这海外大部分党的人袂当待在台湾，实在是会当好好统治台湾，上重要的一个思考。但是。改度改严了，哎，改变这个刑法100条了，无相共啊！因为黑名单改度啊，所以海外独立运动在台湾，在1992年、1993年，也当中是台独运动，足侪人在台湾时，和台湾民众足大的欢迎啊！如果有选举，拢希望因来徛台演讲的，足侪人也讲，伊是不参加台独人民啊，当时参加了。用安来号召这民众投票而已，所以这表示讲，1992年我们当解读了，足侪海外独立运动人士当台湾了，是造成台湾足大的政治的改变。因为大家感觉讲，迄是上大禁区会当等，所以等了，当然用这种的方式来对抗国民党的，来提出讲台湾独立应该是人民的诉求，啊，这种诉求会当引起足侪人会投票来支持。所以在那当时，我认为台湾独立的想法普遍在台湾慢慢传出来。啊，这样传出来，可能一时看不出效果了。但咱如果长期来看，是海外做一个独立运动人士在台湾了，在科技界，无是伫其他的学术界、文化界，后来做一人参加政治，伫政治界，这些人就因的岗位了。扮演最重要的角色，到2000年，阿扁也做总统了，愈足侪人诶，会当进入政府的官员内底来做服务。所以，台独运动的人本来袂当待台湾，后来会当待台湾，后来政府机关都会做代志，袂做民间做代志。这种力量
虽然看不出来，虽然有人怨叹讲，台湾还袂独立啦，独立运动的人在台湾无达成台湾独立，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实际上因的贡献也足大啦。这种贡献是看不出来，可能这种贡献改变，像马英九2008年做总统了的时候，较有可能阻挡马英九会挖中国的路线，无是讲台湾意识。顺道丁议员讲的，台湾意识愈来愈悬啦。我想这含这种关系啦，因为台独无变成禁区以后，大家咱拢会当讲台独，大家咱拢会当台湾来做一个国家，台湾来建国。这种的想法了的时候，会提升台湾意识，无讲的台湾民族主义，无是讲的讲台湾做一个国家的时候，台湾人应该安怎做？公开来讲，虽然人数无偌济，但咱如果比较过去来看的时候，行动一摆的时候，虽然效果就好诶，但是参加人如果含这样比起来是，即卖人愈来愈少啦。就是讲，即卖过去的人数少，但是影响来足大，因为迄东西台湾社会要进去，用勇敢、用正直、用这个热情、用理想，会当打破国民党的限制，和台湾民众来你钦佩、来肯定。啊，即卖无啊，但是即卖无了，但是还有一项，就是讲人数也足侪啦。咱如果看蔡同仁在1991年公投的游行，在高雄、台中、台北办三场，迄个人数来比的是，咱就发觉讲，是即卖人数比上来济啦。如果用人数，卖用讲迄个冲撞的力量，卖讲这点，用人数是怎样济？啊，当然咱也当思考讲，人数济，国民党不一定惊你啦。人数济，因国民党也袂倒啦。这是一个问题，但是如果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是，咱这样特别讲，台湾人意识愈高，台湾做一个国家意识愈高，啊，实在是限制1992年以后，黄明端到拍破了，足侪人带有关系啦。因带有了的是，这人公开讲的是，大家唔惊赢的是，有人抗议心态本来就有啊，伊也敢讲出来；有人唔知的人后来受影响，伊也敢讲出来。这加起来人数是愈来愈侪啦，啊，所以即马。来看的是，实在在迄当时1992年刑法100条的修改，相当有历史上的意义和重要性啦。所以咱今仔20周年的时候来回顾过去，咱请到迄当时来参与的人，因当初讲是迄当时在第四届当俄罗啦，100行动联盟是第四届上成功的一个运动啦。迄当时出来运动的人，大家感觉嚯，足对的啦。啊、所以国庆，中华民国国庆，但反国庆的示威的是，足侪人徛伫迄个即卖医学院的教学大楼哈。啊，李定元院士也免离开啦。啊，国民党的军队啊，警察唔敢下地啊。啊，即样表现讲，知识分子伊当时的力量是上大个。啊，迄种知识分子徛出来，咱表示讲敬意和一个理想。啊，所以。迄、那个一派行动里面，实在是会当讲是知识分子反国民党内底上行动一个例啦。啊，所以看的是，咱来了解讲，到底迄东西知识分子想反映什么角色？即马会读册人是安怎反映什么角色？咱会当反省来思考啦。啊，另外咱也反省思考是讲，迄东西人数少，但是国民党铁棒啊威胁伫内底滑冰啦。啊，即马相共啦，铁棒滑下，马英九伫内底来就职啦。啊，到底有啥无共？啊，这无共本身经过20年啊，咱会当思考看安怎啊。当然，台湾做一个完全独立国家，啊，足侪人爱拍拼啦，唔是讲即卖就要完成啦。啊，我认为应该当完成啦，应该我完成原因就是讲，我看20年前的人到即卖大家情拢相共啦。但讲我年纪较大，但是街头我爱行啦。从英华讲有社会先来啊，无遐紧啦，哦，还要计划出来。做些人拢感觉计划的，啊，所以应该奉献的。这种精神，继续运动精神，啊，如果咱想讲叫少年人，台湾一些提悬，再来看的是，实在是有希望啦。那有希望吗？我感觉一定达成啦，因为有梦吗？有理想，有想要台湾来做个国家，我想这就完成啦。所以到了王明德先生唱的歌也好。为讲林益信夫人啊，因做诶，海洋国家好，写着表情诶啦。
足侪人拢想要为这台湾来拍拼。啊，但是反过来看，啥人会为了中华民国拍拼？啥人会为了中国拍拼？拢无啦，拢用政治的宽恕来想的啦。但为台湾来拍拼的人，啊，继续真侪啦。我想这就是上大的力量。所以今日多谢各位吼，来参加这场的座谈会。我想听因家人。教会人吼，因一个人无来，教会人本身讲的，我想大家拢会亲身会了解啦。迄当时的牺牲，换出来对台湾有今仔的进步，含台湾今仔有五万的所在。啊，最后多谢各位，多谢。